So keep your head up, princess, for your crown falls. Know these voices in your head will be your downfall. I know it gets so hard, but you don't got far to go. 看看我新买的衣服好看不？就是缺双鞋，但是这样穿也可以。我们四个现在要出去逛会儿，走吧。走。请保持直行，走左侧三车道。我们现在到达的是西湖附近的一个夜市，过来逛。中山附近的夜市。这些东西真就适合咱们女人来逛。别买了。还给你，这个长的，可以的，就上面买。好便宜的，哪一个？你要哪一个？算上来，我看看。对，就是洋气点那个大气点，这样子。不要，我没有衣服配。看我大姐变样了没有？变样了，漂亮的仙女，跟裙子是不是还有点大？把这个裁掉的了。这边都是吃的了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藕粉吧？冰粉，冰粉啊，冰粉。啊，咱们这凉粉，对对对，凉粉，这挺好吃。这个怎么卖的呀？60一份，多钱一份啊？60一份。跟我姑娘视频，让她挑了一个娃娃。啊，这还能便宜呢。西湖东坡肉。那街没有开车。我们刚才逛的那个夜市，基本上卖的都是服装饰品，小吃的很少。然后我们往前走了一下，发现了这边这个小吃档口。好长，店里都要到的吧？那你要辣椒吗？不要辣椒。这是杭州素卷儿，没吃过，尝一尝。这是没有肉的，一点肉都没有的。给你们尝尝这个素鸡，给他俩尝尝。尝了吗？没吃。里边是啥呀？好吃吗？素鸡。好吃吗？干杯了！你没有手啊？有，你放。这好大呀！这是牛肉。我们现在就要开启逛吃模式，边吃边逛。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面筋，来回头先别吃。来干一个，干杯！来干一个，那个是不是吃完了？那个没吃完呢。来拍照呢。回头，干一个，干杯！